醫管局今日將會公布新冠病毒指定診所安排。林鄭月娥話，運房局正聯絡的士業界，要求提供專屬車隊接載輕症患者求醫。分階段啟動一啲指定嘅診所，協助處理一啲病況較輕微，但係需要接受治療嘅人士。咁為咗確保，如果醫管局啟動呢啲指定診所嘅配套係做足咧。希望的士業界咧係提供一啲安排嘅專屬車隊，就俾呢啲喺屋企裏邊等候緊去隔離設施，但係個身體狀況又需要去呢啲指定診所嚟到去求診嘅人士咧係可以用嘅，以釋呢啲市民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嘅營運者嘅擔心啦。咁衛生署係會為呢啲有關嘅車隊同埋有關嘅司機咧提供一個防疫嘅指引。等到司機係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咧，提供呢個服務，相關嘅配套服務咧，喺當醫管局確定咗呢啲指定診所嘅地點之後咧，我哋會另行公布。喺呢度非常之感謝的士業界喺呢個危急嘅時候咧，都係助我哋一臂之力。